回去有什么打算？可能会嫁人，希望认识一个我喜欢也喜欢我的人。不说了。我知道你跟上官没感情，我也不喜欢六少主啊，还不是为了继承留在这儿了。他根本就不喜欢你呀、啊！你兴奋来了之后，肯定不高兴吧？没关系，一起吧。是不是不想侧夫人离开？看着你考了，第一，您自小就没得到过些什么，并是一个心爱的人，你不会自己争取一下吗？若他心里有我，我定会尽力一试。但现在。我也不想勉强他，这之后肯定会有更好的。我会尽力，是你认为我喜欢你，都不是我真心。那我的意思是，是我喜欢你，不讨厌的话，又怎么好能触碰你温度？一点点喜欢。他说他喜欢我，喜欢我就来说，那就说明他是真的真的喜欢你。那你呢？你喜欢他吗？最近发现。跟他待在一起，我很安心。我们虽是奉旨缠绵，但我却是真心喜欢你。他若不喜欢我，也不勉强。你是否也能感受我呼吸？知道了。到四季看不见你，却能找到你眼睛。我知道。我在人群中爱你，跨越千里苦苦寻觅，终于找到你。你感应了？每一步都是爱的足迹。